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的下路仔米台木。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它已经是开了很久的店家。其实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曾经有来过，但是刚好碰到他们大休息，所以就没有吃到。啊，感觉也是很平时的店家，都不贵。好，这边是小菜区，然后什么都有。好，老板娘一般米苔木人家点汤的多还是干的多？也不一定。不一定了。哈哈，啊，那我点汤的好了。不然就大碗的，然后汤的好了。哎，然后我烫青菜要地瓜叶。然后我要一份大肠。大肠、猪肺跟脆骨好了。应该是吃得完了、啊。大碗很大碗吗？哦，那应该还好啊。啊，像请问一下，你们那个五天休息是会公布吗？我有五大多。哦，就是贴在店门口这样子。嘿，那边休息没大多。哦，啊，现在固。休息一天就无大。哦，一般都是固定休礼拜一啊。对啊。啊，我那休一天拢无大，啊，那休到几天就爱大。哦，这样。我阿姨看起来很年轻啊，哎，七十一了，哦，这样，哈哈哈，哦，太年轻了，哦，这样啊，哦，就是看起来年轻，但是其实，哦，有比较，哈，生活那怎么了？哦，这样，比较没办法的啊。到这个，啊，今晚准时了。哦。啊，这半程快了，再问孙来到这。哦，孙子来帮忙做。嗯。孙子是男生孙还是女生孙？一查某，一查某。哦，这样哈，在假日的时候。哦，这样很乖啊。纯粹是古早味的做法。像有的老板都跟我讲说，他们都是那个老人工啊。哎，他最近生意很好。生意很好啦齁，还卖很多年的啦齁。哦，我老婆从小吃到大，是吧？大概是几年呢？三十几年。哦。我上辈子十几年无闻，才好。你隔壁做三个月，无爱做哦。哦，这样。啊，我已经做三十几年。哦，这样。你这较早高价哩。哎。我那起码做较无干。就是老板娘是第三个，哎，蛮大碗的哦。OK， 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哦，这个锅渣皮啊。那阿姨只有一个人，所以要体谅一下啊。好，这个胡椒粉加一点啊，有这个油葱酥跟韭菜段。哦，汤头很好哎，哦，汤头很鲜甜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哦，很烫，就是那种古早味的感觉。它这个葱油，油葱酥的这个油很香，嗯嗯嗯。然后米苔木就很 Q 弹，嗯，好吃。
哦，三十几年的好味道，嗯。太 Q 弹了，弹到晚上外面去了，哈哈。好，很好吃啊、哦。很好吃呢，就这种古早味。好，现在慢慢都上来了，赞啊、嗯！很丰盛的台式早餐。嗯，好、哦，这汤头蛮惊艳的啊，不错，很清甜。好、哦，分数我觉得是92分，好像还有一个虾皮的味道，但是没有看到虾皮。好，很好吃。赞，嗯 ，Q 弹 Q 弹的，好，在这个嘴边肉，因为老人家了，所以有些其实是不是我点的，好，蛮新还是收了啊、哦？哎、欸，这个是好，这是猪肺嘛？猪肺，哎、欸，好 ，OK OK， 好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猪肺大肠，好。啊，就是酱油膏跟这个甜辣酱啊。啊，猪肺的话就介于这个内脏跟肉之间的口感。好 ，OK， 这也蛮古早味的。不错，嗯，洗得算蛮干净的，嗯，好吃，没有什么怪味，嗯，啊、哦，沾上这两个蘸酱就蛮开胃的了，好、哦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好，在这个进行到本日的重点，肥滋滋的大肠。好，现在就吃吃看。嗯，新鲜大肠好吃。啊、哦，不愧是这个古早味小菜，嗯，好吃。哦，肥滋滋，肥滋滋的啊。很安静的小巷子啊、哦，嗯嗯嗯，那感觉有的是把油脂刮掉了，这有一部分是剩有油脂的，嗯，但它肠子还算蛮清甜的，不错。嗯，好吃啊、哦！然后就慢慢刻完了，赞啊！嗯，哦，这个真的蛮有古早味的、哦。很 Q 弹 Q 弹的，哦，就等各位来品尝看看，这是古早味啊，然后价钱也很便宜，哦，其他小菜分量其实蛮多的，在这个地瓜叶，好大一盘，嗯嗯嗯。哦，这地瓜也好嫩啊，嫩嫩嫩啊，
超好吃。嫩哦，赞。咸饭才有这青啊，赞哦。然后烫的也不会太久，然后调味也很清爽，然后量又很多。好，这个地瓜叶分数我想要给100分。嫩，好吃。啊，这些金口甲，酱油膏加上这个油葱酥的香气啊，好吃。啊，阿姨，请问我的是105吗？啊，我刚刚是有算了，105。啊，没关系，你算，嘿。猪肺，然后大肠烫青菜，然后大碗米粉汤。80，83啊。哎，我现在是猪肺哦。猪肺25，好，140啊，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算对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就是这种古早味啊，就等各位来品尝。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吃完米苔目之后，紧接着就到附近的兰州市场。好，虽然这个市场我上次来过了，但是想说还是来逛一下。好，那就一样菜市场走一圈。因为我已经吃饱了，所以有可能我就不吃了。这边就是有卖肉松还有香肠，黑车牌肉松。哎，你好，哎。哦，刚我拍那个就是叫做黑车肉干香肠。其实我现在是比较想要吃冰的。好，这是上次那个老板啊。哎，老板早。哎，哎，哎，哟，哎。上次这个炸鱼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店家在这里啊！哎嘿嘿嘿，哎，好，下次会再来一次，今天刚好吃饱了，哎嘿嘿，好，那这边有营业时间哦，5:30到2:00。哎嘿，今天在菜市场再走一圈，吃饱了吗？哎，有吃饱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感觉后面好像就没有了，没有东西。这边就是有卖一些杂货，啊，这边就是有那个挖柜，好哀怨的脸，
这个是还没有来吃过的店家，下次会来吃吃看。他们没有内用区啊。哦，小卷，小卷超大只的。像是包便当来吃好了，看得我口水直流，看起来就很赞，中破塞。哦，这个是金木莲啊，哦，金木莲，不知道啊，好 OK， 反正哎好，反正很好吃，下次来吃。好，太香了，受不了，直接吃。来一条。哎，这一条好了，谢谢。嗯。一条就好了吗？啊，一条就好了，谢谢。嗯，五十块的便宜啦。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胖公公，胖公公啊。啊，太香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先吃了。这才五十块，超便宜的。嗯，鱼肉很细致，很鲜哦，好吃，超便宜的。好吃的好过瘾，任明这一摊，这摊的鱼也很好吃的。好，再就往前走。好便宜又好吃的，赞！五十块超级便宜啊，超级便宜，我听了要有人听到要骂我。好了，个人觉得不错了。好，这边应该是鸡卷啊，就是菜市场 CP 值就是很高了。好，那海鲜也蛮新鲜的。甜不辣专卖。好，这边鱼也是蛮新鲜的。哦，活的呢，好好，哎，好好，有看到鱼在动啊，活的鱼。啊，真叫携程鱼丸店啊，看起来也不错。好，这一家说很有名啊，但是我一直吃不到，因为它开门时间比较晚，叫做这个335古早味米粉汤，看下次没有缘分吃得到。那大概已经走一圈了。这边就是卖猪肉的，第一吧。哦，两摊应该是同一家的。这边还有一个日本料理店，但是还没开，叫做顺日。哦，那这样就走一圈了哦。啊，因为刚那边有音乐，所以就跳过了。好，那我拍的就是婆婆妈妈日常，就希望各位会喜欢的。好，那就 Andy 在这一家好了，就是很有名的黑车肉干。好，那这一家非常有名，就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那希望这个菜市场系列各位会喜欢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跟逛得开心，拜拜。